创造101虽然已经画下句点，但不论是参赛者或是成团的火箭少女101成员都话题性十足。其中实力超强的陈芳宇淘汰，与实力较弱的杨超越出道，被网友戏称为对中国娱乐圈最失望的两个瞬间。6月4号，陈芳宇在某节目中回应网友质疑时提到，颜值和观众缘也是一种实力，并力挺杨超越，要给他一些时间，我能感觉出来他的压力和用心，他不会让大家失望。芒果捞新闻羡慕两位小姐姐的友情，也期待看到两位更多优秀作品报道哦。